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问说你。好朋友来讲，迄天我去找阮弟弟，国清啊，我知啦，伫咧北部广播界真出名，做个播时段的主持人阿国啊，无唔对。结果吼，我去到伊个办公厅，看伊目睭煞挂乌脸的啦，简单讲就是乌青啦。我来甲问讲啊，大哥你是安那？张宏晶啊，哦，听到伊讲张宏晶尔，我就讲无要紧，我来处理、哦。好朋友啊，要处理安那，等下再来讲。讲张宏晶这句话吼，听起敢那三音尔嘞，张一音，宏一音，晶一音。不过你若甲拆分开，发觉讲台湾话，你若要写爱写五字，敢有影？无唔对，这就是台湾话吼，连续读个音，奇卡个所在。张，那以台湾话，咱咧听，照讲是爱讲张远啦，张远去红晶啦，吼，天光想你到明远啦，这较早歌都安尼写。啊，张远读一个进变张，咱即摆哪有像咧讲张远无嘛，拢嘛讲张嘛，甲你约束张嘛，结果你安尼无来，害我安尼空等嘛。张去红晶，即句红，咱若要拆开讲。红是安那有这个音，就是因为荷兰两字连续读，好有影呢。咱若变咧讲红的时阵，拢是荷兰的意思，无别种解说啦。荷兰拍、荷兰斩、荷兰精、荷兰骗、荷兰怪、红拍、红斩、红精、红怪。哦，荷兰读较紧的连续读就是红，对。今仔日国将要招你研究台湾话连续读几落句咧？我听到伊讲张红精尔。啊，国兄，阮兄哥呢？目睭哪会当挂乌脸啊？我讲，想出来讲，我甲伊输赢。好朋友，我那台湾话连续读个呢。头一句咱来讲，想这字咱也要拆开，无唔对，咱看看讲就是啥人？你啥人？甲讲较紧嘞，连续甲讲十摆，啥人？讲到尾会变想。哦，原来这句想就是啥人的意思，对，咱来写两字。过来啊，无要紧啊，你叫伊出来。单挑我甲伊输赢，揣讲啊，揣讲的揣，就是即卖少年人用华语咧写台语音，写迄落揣讲，讲话迄个讲吼，揣讲，就是因为甲出来这两字连续写作揣，所以揣讲的揣，就是出来讲三字，讲连续音变成两字，原因就是伫遮。